Hello 啦，欢迎围观无人知晓英雄时刻。叮叮，今天要介绍就这个弗利金古贝啊 ，Froglitzky。这边有个熊熊的头，北极熊，然后这个头也蛮可爱的。上面打开的样子，哦，这个侧面图这看起来有点像，不太像皮套，不过应该真的是皮套，但是我觉得好像比较像。这个图案，然后后面的游戏解说，等等等等。打开，噔，一如既往的气化值，说明书一样压下面。打开，这是你的好景。白白淡淡的蓝色。基本上，如果拿远一点，看起来会真的很像白的。嗯哼，然后打开之后，熊熊，然后里面的机械骨骼熊，北极熊，应该是北极熊。然后后面就比较蓝一点，在画面上看起来没那么蓝，但实际上用肉眼看是真的算是可以看出是蓝色的啦，那种感觉，很牛。有一点点违禁，嗯，那我们就给它拔掉。Blizzard Polar Bear's ability。 嗯，他是讲 Pro， 喂，他是讲什么勒？哎，这样子有点难看到。 Polar Bear's ability。嗯，在这边。Polar Bear's ability。Polar Bear's ability。嗯，那我们就来，哎，对，来打开看一下里面。Polar Bear's ability。下巴在发光。那我们有请腰带。哎，那腰带来之后，启动电源。Zero One Driver。好好玩哦，感觉那种好像是说会很危险要注意的那种感觉，就会让人想到万圣节的音乐。噔噔噔噔 ，Attention Freeze Freezing Bear Black Breath as Cold as Arctic Winds。再次。哎呀呀呀！又忘了。感觉起来已经快要变万圣节用的了，没想到是万圣节用的。然后。必杀技 Freezing Impact。 哦，有冻结音耶，他那个万圣节音乐出来就有冻结音。再一次必杀技噔噔噔，万圣节，然后我们再来给他强化绝招。
结冰之后又爆炸。换圣洁音乐，那我们换成那个 Shotolizer M 字 Shotolizer， 嘿，变成 M 字 Shotolizer。啊！Prison Bell， 再次。Prison Bell。他只剩 Freaking Bear， 突然觉得很简洁有力的感觉。那换必杀技，再次。哦，他也有那个结冰的声音，刚刚突然听到，然后发射板，再次。觉得好像他稍微有一点点小声，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感觉不错。Polar Bear's ability。啊，对哦，忘记了这个。Zero One Driver。忘记了 Zero One Driver 版的。Polar Bear。好的。Era Light。Ability， 那就加入阿巴哟。